手被你轻轻握着，梦渐渐有了颜色，爱越是不舍，越害怕离开。别说话，就这样拥抱着，让时间停泊在这一刻，不要流泪，如果星星会坠落天空，依然还会有云舍，就一生一世相守，爱过灿烂的像烟火，不要难过，如果我随风飞走，我会记得你给的温柔。不是跟陈总打好招呼了吗？咱们条件又不高，价钱也谈好了，怎么没谈成啊？不，不是没谈成，是没谈。我们碰见大哥的人了。大哥的人？大哥的人怎么了？记住了，以后谈生意就是谈生意，别想那个顾这个。我没这个大哥，以后我谁都不让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真听见了？听见了。我们兄弟这么多年，现在是真用你们的时候，明白吗？明白，老二哥。明白。以后对谁也别心慈手软。是是，二哥。我的时间不多了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马学军。我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了会做出什么事儿，你知道他的脾气。你好，我不好。我是来骂人的。我们是同学，是情敌，按理说这没我说话的份儿，可是事情闹成这样了，我真觉得天理难容了。你别嫌我说话难听，花蕾蕾，你到底存的什么心呢？你把马家兄弟俩当孙子似的在你手上捏来捏去。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。我还没骂完呢。是，作为一个女人，不管你有什么天分，你有什么花容月貌，就算是你国色天香，那你也没资格同时玩弄兄弟两个吧？你不觉得你自己，你不觉得恶心吗？你骂完了吗？我想听你自己说。咱们两个同学一场，我不在意你今天说过的话。一个人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儿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只要心里坦荡就好了。你说的可真好听。我不是说的好听，我说的是真话。那老大老二为了你都打成仇人了，为什么呀？你能解释一下吗？你能解释吗？我知道
大哥非常疼爱马学军，马学军其实也很爱大哥。你说这都是废话。也许是吧，可我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。英子，你好好保重，你将来一定会很幸福的。借你吉言，我但愿你没趟这趟浑水。你以后会明白我的。我有点累了，我就不送你了。行了，你，我不渴。哎，有日子没见你了，那白头发都多了。哎呀，我操着闲心操的。英子跟老二那儿，黑不提白不提的，就那么扔了。知道没少让您受气。老大，我今儿来啊，我不是为英子的事儿啊。我听说了，我都听说了，我生气，老大，我真的我生气呀！你说你这，行了，我这当大妈的呢，我说你一句，你这么做你可没良心呐，没你这么做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一个女人，跟你过了半辈子了。好时候过了，你咣当给人扔半道上了，你给人家扔了，你说你让他怎么活呀？大妈，我没想着给他扔半道上。啊，是是是是，我知道你没想，你是明白孩子，可是你实际上是给人扔半道上了。哎呦，老大呀，其实这个女人呐都一样，都有青春年少的时候。满打满算也就二十来年吧，啊，陪着你亲，陪着你热，陪着你玩，陪着你乐。这二十年一过呢，这白头发出来了，是吧？这眼皮子也耷拉了，这摸哪儿哪儿都是褶子，这你手脚也不利索了，那怎么着啊？啊，你把它当件旧衣服揉吧揉吧给扔一边儿，啊？那我得问问你了，老大。你把它扔了，你打算让谁捡？是，老大呀，你爹妈呢走得早，大妈知道，你说你一孩子，顶门立户的，真是也不容易，啊。当初呢，你想娶红梅的时候呢，大妈不乐意，我拦过你，我是觉着你说。红梅比你大那么多，你们俩不般配。可是你呢，拧着，把红梅娶了，啊，你指望着红梅替你顶半边天，替你拉扯三个兄弟。人家红梅，你说，人家红梅多好，人替你做到了，是吧？辛辛苦苦替你操着这个家，啊，怎么着？现在你说你要把人扔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人你不能扔。要是你爹妈活着，他们也得这么说。老大，大妈跟你说话呢。大妈，谢谢您操心。我们家事儿您掺和的够多了。那会儿不让我上学，让我进工厂上班，供我三个弟弟上学，就是您替我拿的主意，也是您带着我去的工厂。您替我拿的主意够多了，往后啊，您就不用再替我操心了。听出来了，哎呀，别的没听出来吧？听得出来，老大，你有怨气儿。哎呦，怨不怨的吧？反正这是你的事儿。当初我就说过，我不让你念书呢，你会怨我。可是那时候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啊，嗯，要是倒退回去，
20来年吧，你还是15、6岁的孩子，该拿的大主意啊，我还得替你拿。如果大家伙儿都那儿袖手旁观，是吧？谁都不管，那我可真得说啊，这世态炎凉了，是吧？行了，老大，这你长大了，大妈呢？大妈该说的话也都说了。哼，还是人呐，人就是一边活着一边犯糊涂。你这个，你犯了糊涂，你还不听人说可不行。这个红梅和你这婚不能离。我现在是，啊，代表老辈人跟你说的这话。行了行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忙去吧。没事，我送过去。哟，迟大妈。啊。怎么，来视察工作？啊，没有，那个什么，我来看看你大哥。啊。那什么，上我公司坐坐，你都没来过呢，走吧。不去。您那就是金兰店，你也不是拿我们姑娘当张画。这么黑不提白不提的，贴在那金兰店上吗？哎呀，这女人呐，没人疼没人爱，这画呢还在墙上贴着，让我这当妈的咽不下这眼泪。衣服放床头了啊！哎，以后啊，你别老往家跑了，你得好好学习，我还等着你去读博士呢。大嫂，你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哎呀，那会儿你才6岁，这一眨眼你就20多了，真快呀！我也老。大嫂，你不老。傻孩子，尽挑大嫂爱听的讲。我说的是真的，大嫂将来要是老了，我照顾你。好，我就指望四儿了。你先睡吧啊。怎么了，大嫂？大嫂回去。8万留着7万掉就有了，就是真笨啊！哎，我说啊，北方。马总，你那宝马车怎么样？不错，怎么了？过两天我也想提一辆。赢了钱了。三哥，你在这干嘛呢？三哥，
你就告诉大哥，让他以后别来烦大嫂了。你不是见着大哥了吗？你怎么不跟他说啊？你还想我不够忙的啊？我这得先上我的管片，看看我这片百姓是不是安居乐业、平安无事了。完了再去找二哥，看看他是不是又拎着菜刀呢。完了再找大哥，看看他脑袋是不是还在脖子上。你说咱家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你说，啊？再这么下去，非得出刑事案不行。我告诉你，真要那样了，还就不是我这小片警能管得了的了。行，赶紧回去上课去啊！别添乱。快回去吧。你好，你好，这给你，知道你喜欢花，谢谢大哥。长这么大头一次买花，我挑的红色的，看着喜庆点，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。你进来坐吧。这些日子身体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但是又能好多少呢？所以说这还得到医院去看看，没准就有奇迹发生呢。我这认识一老中医，据说进过中南海，给中央首长看过病，神着呢。我带你去看看。大哥，你别劝我了，我不想去。反正有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。行，您留步吧。行。嗯，好，不送了啊，再见，再见。这个客户看好了，很重要。老二，老二，我想跟你聊聊。走错了吧？我想跟你聊聊一枝花。什么花儿草不认识？一枝花的不太好。哎呀，人呢？送客。大哥。对不起了，请吧。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负责同志介绍，今冬征集新兵的对象范围和年龄是：征集的非农业户口青年应具备高中含职高、中专、技校、下同毕业以上文化程度，尽量多征集具有大专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。和技术人员、事业单位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、非学历教育民办大学的在校生、高等学校接收的无学籍学生及在各类高考。嗯，你怎么来了？看看你是不是还活着。活着呢。活得像个老人，苟延残喘。真够损的你！怎么了？有事吗？陪你坐会儿。坐会儿。行。不会是来这打盹的吧？说点什么？好，那就说说，
说说你跟老人有什么区别？万念俱灰，是不是就差死的心了？死不了。你还记得你多大岁数吗？33。一切还能从头开始啊？那你说说，怎么个从头开始？咱们结婚吧。说的是真结婚。你现在就是一个行尸走肉，你现在抓着谁都能结婚。听说您跟于总挺熟的。生意上有些往来。哦，那今儿头一次，您先请。仨儿谁是谁啊？得嘞。还堵着呢。嗯。堵得大吗？大。知道了，睡吧。二哥，你不去拦一下吗？你去吧。有事吗？大哥练了两天，去了李世华那儿。他们两天里头去了一趟医院，去了趟中医院，还去了一趟。以后不用跟着他了，我不想知道他的消息。这种病啊，还不能把它归结到疑难杂症去。在欧美最先进的医疗手段情况下，都拿他没有办法，我们也无能为力。那就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们是在摸索，可以说没有办法。他是你什么人呢？啊，他是我公司员工。员工你费这么大的劲啊？他是我弟媳妇儿。哦，怪不得你亲自来呢。现在阿根廷有一种药叫什么来着？我给你查一查。这个药不一定有疗效，但是有好处，就是很贵。钱你不用担心，要花多少钱你告诉我就行。我不敢保证这药的疗效，我看算了吧，它代价太高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钱您不用管，治疗最要紧。这病不发还好，万一哪次发了，有生命危险。你就在这门口等我，我就把车开过来啊。你要是觉得不行，咱就住院去。我不住院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千万别让我住医院。何来来，你可别就这么睡了。我不睡，我就是闭会儿眼睛。千万别就这么走了。何来来，我在呢，我就是闭会儿眼睛，你别怕。
大哥，你怎么不开车呀？我怕影响你，歇会儿。谢谢你，大哥，你是个好人，谢谢你这么长时间一直照顾我。我知道我给你添了很多的麻烦，你一直瞒着马学军，我知道他对你有很多的误会。我不怕他误会，行了，别操心了，歇会儿吧。老二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来，别碰！我知道你赌输了，输了不少。两句话，第一是别问我借钱，第二，别让我原谅你。从小到大就是老掐。我有别的事跟你说，要不是看过世爹娘份上，你早死了你。救命啊！北风，我说胖老，你上次说要买那宝马车买了吗？嗨，最近这不是有点忙，没时间去买吗？听说又涨价了，你要不把我这车拿走吧？反正我也没开多长时间。北风，多少钱？你看着办吧。行，一会儿我下楼看两圈。你好。你好，您进来坐吧。哎，你随便坐啊。哎，我不坐了。嗯，那我给您倒杯茶。啊，不用倒水。我说话就走，还得说我来的挺冒昧的，请你原谅。没关系，欢迎你来。那既然来了，我就直来直去了，我们都这习惯。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。好，我不想管你跟我大哥到底是什么关系，我也不是为这个来的。我和你大哥是非常好的朋友。啊，我说了，我不是为这个来的，我想告诉你，我大哥他赌。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不知道，我观察他了一段时间，他每次都是从你这儿走就去公司，从公司呢拿了钱就奔赌场，输光了又上你这儿来。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都是两点一线，啊，家办公室，可他现在是三点一线。我来就是想让你劝劝他，让他别赌了。我不知道他赌，他怎么会赌博呢？他那么好的一个人。这个好与不好吧，还真得分谁说。行，我就这事儿，公务繁忙，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，再见。大哥，你的车呢？我那车送修理厂修去，来，上车吧，慢点。肖师傅，走吧。大哥，嗯，你的车读书了是吗？谁跟你说的？你为什么要去赌博呀？也不为什么，就有时候觉得这活着没意思，干什么都没劲。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
一辈子那点甜头啊，就像刀刃上的蜜，蜜舔完了就剩下刀刃，再舔下去就剩下疼了。你这比喻倒挺对的，跟我那刀刃上连蜜都没有，一口舔下去直接是疼。那也不能去赌博呀，人啊，学好学坏靠的都是自己。你在赌场上赌赢了别人，你高兴吗？人要是赌红了眼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大哥，你答应我别再去赌了好不好？那别担心了，我有时候就觉得吧，说过苦日子的时候，人跟人之间贴得那么近，我这日子好了，亲兄弟都疏远了，更别说跟别人。长这么大，我净操他们哥仨的心了，我就想干点浑事儿，我也让他们操操我的心。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手机放楼上了，没听见。嗯，都谁呀？嗯，嗯，行，等着我。七万，你去找个一枝花是吧？去了，想让他劝你戒赌，不知道他劝了没有。跟我说了，以后别再打搅他。你以为我想打搅他呀？我是没辙了。原本以为他在你心目中得是个什么天使圣女的呢，能有什么高招让你清醒？没想到他也没什么灵丹妙药，还是这德行。说我可以啊，别再说他。我没想说他，我就说你老大。你现在照照镜子，你看你现在什么德行？真的，我打心眼里瞧不起你。知道什么叫烂泥糊不上墙吗？就你这号的。老三，你没资格跟我说这话。是，我知道你想说没有你就没我们今天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要是不管你，你的明天就黑咕隆咚一片了。这点灯熬油，你奔哪儿呢？你深牢大狱吧你！你干嘛去？
困了，回去睡去。现在困了。我说你干什么呀？啊，盯着我，你不好好当你警察，你盯着我干什么呀？你还知道我是警察，我得上班啊。大哥，今天我休息。我这10年警察当的，前7年你让我盯老二啊，说他是坏人，现在我又得盯你，因为你聚众赌博。我可没聚众啊。你没聚众，你参与了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都快烦死我！我宁可你烦死，我也不能看着你毒死。你烦什么呀？觉得人活着没什么希望了？是，啊，人活着，生不带来半根草的，死不带走一根草的，那怎么了？那你也不能当害虫吧？就算你看破世俗了，那你就想办法了脱生死呗，找得着道，咱就及时救人；找不着，咱就接着找啊。我真不想再听你说了，困了回去睡了，行吗？我比你困，我都2天没合眼了。我前天盯你一宿，昨天上一天班，昨晚上又是一宿。你好，红王快递。哎，倒杯水。最近忙吗？还行吧。老二，有事吗？你把这别墅抵押给银行了？啊，我把这房子买了，对了。在这上面签个字儿，收拾东西赶紧搬出去吧。二，我知道你恨我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赶紧收拾东西搬出去。大嫂呢？你来干什么？三儿，干什么呀？我说你来干什么？你听不懂吗？你大嫂呢？你出去。三儿，我可是你大哥啊。你是想把大嫂接回去吗？你要把大嫂接到哪儿？你不是把房子都押给银行了吗？三儿，这是我的事儿，你别操心。马学武，马学武，你混蛋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干什么呀？你们干什么呀？啊！马学武，你干什么？马学武，你混蛋，你没良心！大嫂对你这么好，你这么对大嫂？别说了，三大嫂，你放开我！哎呀，你要干什么？他是你大哥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大嫂，你别管。长成了。你别跟你大哥动手吧。大嫂。Thank you.
小伙子，有什么想不开的要跳湖啊？我盯了你老半天了，你前脚跳下去，我后脚得跳下去，我得把你捞上来。我呀是这片的冬泳冠军，你知道不？大爷，谢谢您，您忙去吧，我不跳。老大的别墅你接着了？接着了。老大公司呢？剩一空壳子吧。那老大现在还剩什么了？自己公司经营的不好，能剩什么呀？二哥，大哥现在这样，你高兴吗？没什么高兴，也没什么不高兴。我知道，你跟大哥较着劲呢。我呢，劝不了大哥，我只能劝劝你。亲兄弟一场的，互相让一码。我听说大哥今天这样，是你手搞的。我是在给他擦屁股呢。这就是生意场，现实就这么残酷。一切仿佛就是昨天，你像天使落在我眼前，还在我心中蔓延，像绚烂的光线，在那一瞬间就注定了永远。岁月如烟飞逝的画面，爱的诺言变得沉甸甸，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走到我身边，我要让你绽放最幸福的笑颜。爱就是勇气，就算尝遍没有人相信还会有延续，爱就是魔力，只要看着你清澈的眼睛，心就变得透明，又像是第一次相遇。仿佛就是昨天，你像天使落在我眼前，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走到我身边，我要让你绽放最幸福的笑颜。勇气，全世界笑我都不在意，没人能代替，我只为你伤心。爱就是魔力，为你放弃一切我都愿意，在我的生命里你是